分享100个适合在家庭当中使用的蒙氏教具。这是一组手眼协调区的教具，主要帮助发展宝宝的这个手眼协调能力，提供双手一起工作的机会，同时也给宝宝的手跨过中线的机会，在重复当中协助宝宝独立能力的发展。首先展示教具并命名。宝宝你看，这是固定底座套环，然后我们用右手抓住圆环，注意四指在下，拇指在上，缓慢往上移动圆环，放在一边或者是递给孩子，再以同样的方式来抓住圆环，移回到木桩上方，并且跟小朋友说，看这里有个洞，然后对准木桩，把木环慢慢的套进去，重复一次，然后邀请小朋友来做。莫妈啰嗦两句哈，这个教具适合8到10个月的宝宝，建议大家呢先从一个圆环开始，慢慢增加数量。还想让我分享哪个教具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